今集《毒海浮沉》讲的是 NG2， 嗰刻唔啱嘅，应该有翻两栋喺度。NG2 的定价咧就系10,000港币，咁啊外形最大的分别同上次就系红色的半透明壳啦，红黑色嘅，咁今次咧就系红色的金属壳，都几靓仔嘅，咁依然咧都系跟2.5线同埋3.5线。NG2 俾我嘅感覺咧，聽完啦嚇，係比較起下一線嘅 Rose 啦，同埋佢嘅上一代 NG1 咧，係多咗少少感情同埋厚度嘅。因為我覺得NG1 咧都係比較清聲啲、標準啲，似 Monitor 多啲。但係啊，唔知點解只 NG2 咧，好似厚翻少少同慢翻少少，有啲感情。我覺得呢個改動，我覺得味道上的改動都幾明顯嘅。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啊！如果用咗NG1 嘅朋友，不妨比較一下，睇下我講嘅嘢啱唔啱。記住訂閱司徒夾帶。